你终于开窍了耶，要继续保持下去哦。来，冻疮感冒就要喷出了哟。今天是外甥个手是本是种骨头，喊阿你都爸都讲，哎，老师在面也讲好像是受伤感问题，佮讲唔系呢。老师拐弯抹角的说，该知道西中黑鸡耶。我说人家来了，老爱西中打篮球，机会拍应该。校长拍掌鼓，有吗？拍掌鼓。